其他妹妹们也说想和哥哥一起玩。大家全都一起玩的话，一定会非常有趣。在一起的话呀，没关系，没有打针痛了。接招！我拉的攻击。大家全都一起。我不太会看领导的眼色，这种事情我劝您还是去找樱井爱里警卫。不要动，警察。呀，赶紧去找个律师吧。这样逮捕不会的。沉默权去留到地狱再行事吧。呀哈，和经验丰富的制裁者们合作总是很愉快呢。酷，哎，不管了。谁需要帮忙？